迎收看108年5月2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市府办理轻轨二阶五次公听会后，下一步将采取哪种做法？韩市长表示，将邀请专家学者讨论，今年下半年就会提出定案。对轻轨二阶，他的态度是审慎乐观。市立美术馆推出太阳雨1980年代至今东南亚当代艺术展，副市长叶匡时受邀参加并且致辞，他提到社会中应该少一点政治，多一点文化艺术，引起在场人士共鸣。家庭照顾者面临体力和精神以及接踵而来的经济压力，求助生命线，生命协会决议主动出击，透过家庭照顾者培训计划，主动倾听心声，减轻照顾者的内心压力。高雄市议会今天排定听取市府轻轨二阶专案报告，邀请市长韩国瑜出席。其中呢，针对市府办理五次公听会，广纳沿线住户支持和反对声音后，下一步将采取哪种做法？对此，韩市长表示将邀请专家学者讨论，今年下半年就会提出定案。对于轻轨二阶，他的态度是审慎乐观。受到沿线住户陈抗而停摆的轻轨二阶工程，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市议会排定专案报告，市长韩国瑜也出席表达关心，并且强调最受争议的大顺路和美术馆路段，经过五次的公听会后，已经充分取得大家的意见，对于轻轨二阶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由捷运局内部已经有一个定案了，目前还没有定案，所以这两天一定会跟议会做一个比较明确跟完善。所以这两篇新闻放出来的消息是假的吗？目前为止还没有定案。这段时间开了5场公听会，那我想高雄市民朋友呢，应该到下半年，我们把所有的民意、学者、专家，还有市政府的相关决议局的官员所有的意见统合之后，我用4个字来表达对高雄轻轨的未来：审慎乐观。由于网传市府将进行争议路段的轻轨路线做调整，再度引发不同的声音。面对议员的质疑，捷运局澄清只是选项之一，并没有具体审议。有没有网路上传的这个路线要往南调整到所谓的同盟路、民族路这些路线？到底这个路线是你们现在的其中一个附案吗？还是你们已经决定了要把大顺路、美术馆这一些争议路段要取消，要以这个替代路线来做处理？那这一条路线目前规划是只是纳入评估那并没有呈现，因为我们目前还是依照原有的路线来做相关一个评估，包括地下高架化。捷运局指出，目前轻轨二期大致可以列出5种解决方式，包括原方案路线专用路权或共用路权、地下化或高架化，以及变更轻轨路线。韩市长说，轻轨在美术馆到大顺路之间将经过70多个接口，造成当地交通冲击，是否下半年会提出较为成熟的计划和对策？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继续关注到这次专案报告中还有另一项重点，就是有关轻轨分两阶段采购的车厢竟然分属不同的国家系统，让议员很忧心未来一旦出现问题将产生更大的成本负担，要求市府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让公务人员有所警惕。高雄轻轨工程一波三折，除了有二阶工程的路线争议，就连车厢购置也因为计划修正引发议员质疑内情不单纯，担心分属法国和西班牙两个不同系统国家的车厢未来上路后是否引发更高成本的问题，要求市府追究责任。大家都知道两个系统的车子要维修的时候零件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他还要定期的有国外的工程人员进到台湾来，然后定期的来做检修的工作。两个系统里面需不需要有一些长期不一样的配备，这个都是成本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向我们的公务人员做一些就责的动作吗？新一排的车厢和旧的这样到底可以合作会不会，这最重要的是你有试过了吗？有，现在在试了。现在在试而已，你敢你保证会吗？这个是包商的责任也就是在里面，如果他不能够达到预测到底，我们要罚款当然他技术上如果不行呢？如果不行，这车厢要怎么？我只能讲从技术观点来说是一定是可以。
面对议员的质疑，捷运局在报告中强调，轻轨车厢虽然属于不同系统，但是会要求厂商进行测试，理论上不会有问题。议员则认为，是否应该主动澄清回应外界的疑虑？其实你们要查都很好查，你们的资料资讯都比我们更多。啊，你哪边查，大概这位查。啊，但是如果没有，要赶快把这些厘清，到底启动你内部的调查，到底有疑虑的是哪一些，赶快把它理清楚。有些是供的清楚啊，有的是爱查的。问一下局长，拆成两阶段的原因是什么？就配合铁路地下化。配合铁路地下化嘛，对，答对的吼。为什么会拆成两阶段的原因，就是因为铁路地下化了。好，陈局前市政府是不是有硬买车厢？是不是可以请局长回答？因为考量到当时的经费哦，因为目前当时是本来是民间参与，要由民间来买车。那后来因为发包不顺，所以说改成政府自办。刚开始的时候跟台铁路段用租的哦，那用租用的金额，所以说挪出来有可以买11列车的钱。所以这些列车是必要的吗？对，11列车是必要的。但是后面刚刚15列车扣掉11列车，还有4列车。4列车，我目前的看法是4列车在我争议路段还没讨论完之前，我4列车就把它 hold 得住，我就不买。有议员指出，前市府团队向交通部争取经费补助车厢费用，但经费还没有到位就用来引进车厢。对此，议长许坤元要求法制局了解厘清。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高雄市立美术馆举行太阳雨1980年代至今东南亚当代艺术展开箱启动记者会，副市长叶匡时也受邀参加。致辞中，他提到社会中应该少点政治，多点文化艺术，引发在场人士共鸣。而这次展览一大亮点呢，是来自菲律宾艺术家的风铃装置作品，上千片彩色风铃发出的清脆声响，借此来探讨全球暖化问题。倒数声中，受邀贵宾拉开帘幕，菲律宾艺术家创作名为《狂风暴雨天气》的风铃装置艺术作品正式亮相。上千片五颜六色的彩色风铃垂挂在白色青钢架顶端，随风摆动发出的声响格外清脆响亮。国美馆馆长李玉莲表示，光是安排这场开箱记者会就大费周章，将近3位壮汉大概花了4-5天的时间哈，去一一的解套，才能够展出这样的作品。这个展览在日本也是首屈一指的，总部是在2个美术馆，公司部门是极大型的美术馆深美术馆跟国立新美术馆共同的展出。那这次来到我们高雄的展览，并不是直接的巡回。而是更精彩的一个罗列。尽管大费周章，但这场文化艺术飨宴还是引发回响。副市长叶匡时更希望社会能少点政治，多点文化艺术。太阳雨是这个1980年在这个东南亚近代艺术史的这个展览，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不要一天到晚在搞政治啊，因为只有文化艺术才是真正有可能。还是真正能够提升我们的心灵的啊，那政治是污秽的污浊。太阳雨1980年代至今的东南亚当代艺术展，2017年在东京首次展出，总共汇集47位来自东协国家的艺术家最具代表性的创作。这次已是台湾，高美馆也将在4号正式登场，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周边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港都新闻林天阳、罗少君采访报道。带您看到关岛一名男子体重居然高达282公斤，属于严重肥胖患者，在阮仲和医院转介之下呢，是前往台中的合作医院进行微创绕道手术。由于男子过于肥胖，增加手术的困难度和风险，还好在医疗团队努力之下是顺利完成手术，也让台湾的医疗技术再度扬名国际。32岁的关岛男子满身都是肥肉，看到父母因为肥胖过世，惊觉身体健康的重要，才决定来台求医。经过阮仲和医院转介之下，前往台中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进行微创微绕道手术。所以在手术前，我们先做了一些准备，包括团队的会议，另外就是帮他先用1个星期的低热量饮食，让他可以体重下降大概8公斤左右，所以让这个手术更容易进行一点。
由于男子过于肥胖 ，BMI 指数高达95，腹壁肌肉肥厚，宽度达到80公分，增加手术的困难度和风险。还好在医疗团队的努力之下，手术2个小时后完成，术后3个小时就能够下床走路。那这个手术的困难度会比正常 BMI 大概30到40的病人的手术困难度会高很多，因为腹内脂肪会相当多。再就是手术周期麻醉的风险也会升高，因为他的呼吸道塌陷的问题会变得比较厉害，另外就心肺功能会比较差。这名男子完成胃绕道手术后，肠胃道重组，吸收力变差，回到关岛调养时要增加维生素摄取以及拉皮等手术，一年内预计可以减重150到180公斤。阮综合医院在关岛驻点医师将会协助后续的生活调养。胃绕道手术的特性就是减少进食量，降低饥饿感，那另外就是减少一些肠胃道的吸收，所以他这样的手术的病人，他必须要终身要补充一些稀有元素跟维他命。关岛的病人都到菲律宾去，那我们台湾的医疗，我想远远比菲律宾好，而且竞争力也比他们好很多。我回到关岛之后，我会向我身边的人介绍这个手术，那他也希望说可以借由他的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手术其实是非常安全，那也可以让他们更健康，让他们的生命维持得更久。医师表示，体重过重引发的疾病和死亡率相对提高，在饮食和运动无法控制体重之下，减重手术是患者的另一项选择。而这一项国际医疗案例也再度证明台湾的医疗软实力。港都新闻王思武、赖昌邦采访报道。根据高雄市生命协会统计，一年2万多通的求助电话中，有越来越多的照顾者面临体力与精神及接踵而来的经济压力，进而产生自杀念头。为了不让社会悲歌一再上演，生命协会决定主动出击，透过家庭照顾者陪心计划，倾听心声，来减轻照顾者的内心压力。高龄化社会来临，老老照顾比例不断攀升，面临体力与精神及接踵而来的经济压力，常让照顾者喘不过气，绝望自杀的念头往往就在一瞬间引爆。其实他从他有这个压力的意念，一直到他采取自杀的行动，其实只要5分钟的时间，就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呼吁，让更多的人来重视家庭照顾者，他并不轻松。一年2万多通的求助电话，高雄市生命协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家庭支撑面临崩解，也让生命协会决定推动家庭照顾者陪心计划，主动出击。照顾者、被照顾者，让照顾者去支撑他们，到说我们觉得照顾者也需要很大的支撑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命线，因为我们长时间的从事心理方面的辅导工作，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有一些可以试得到力量的地方。记者会上，社工专家指出，其实只要懂得倾听，你我都有疏解照顾者辛苦的能力，不过前提是别急着打断，也别一昧的给予建议。可是现在很担心的是，每次这些人要跟人家讲，才讲没两句话，大家就给那一堆建议，或让他不要胡思乱想，这才是问题。其实我们不需要给任何建议，只要愿意听，然后愿意让他讲，他每次讲的时候就会整理，那这样我们就会协助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我们都可以做到，然后试着帮助旁边的人的一个方法。根据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统计，一年有超过50起的照顾者悲剧新闻，平均一个星期就有一个辛苦的家庭照顾者撑不下去。从认识照顾者，听见照顾者心声，再透过专业支持巩固家人之间正向关系，相信都能让照顾者的生活看见曙光。港都新闻王四五罗少君采访报道。想看疗愈系画展吗？那可别错过接下来这则讯息。苓雅区户政事务所正展出画家廖佩如创作的油画，特别的是独特的风格画作，蕴含的不仅是画家生命故事的真实缩影，也像塔罗牌一样可以反映人的心境。带你一起来看看这个画展有多迷人。窗户边一幅幅的画，有着拥有翅膀的女孩坐在洒下紫色光的树林里，沙丘上的沉静时光，国外绿地上开心奔跑的样子，还有狮子、猫头鹰等各种动物。28幅色彩鲜艳、疗愈人心的画作就在苓雅区户政事务所展出。这位作家叫做廖佩如，他长期旅居在国外，好，这一次因为透过同事
个小孩的部分认识了他，然后他很热心，而且很愿意来我们这边分享他的画作。以油画创作，每幅画中的小女孩和场景都代表画家廖佩如对自我内在的探索，也是他生命故事的真实缩影。独特且疗愈的创作风格十分吸引民众，就觉得这边好像就是多了比较多颜色啊，很就看得比较开心啊，还蛮漂亮的，看到这些画就心情会变比较好。特别是画作就像塔罗牌占卜，可以反映人的心境。我们在欣赏他的画作的时候，也提到了说，科长喜欢哪一幅画、啊？就是问我，那我当然就跟他提到说啊，对哪一幅有感觉，有感觉。可是当他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震中我心啊！那其实有很多同事也看他的画的过程中，也是会觉得说，跟他现在的心情很像。林雅护手也是一个次数，人数也相当多，所以他们刚好有这个画廊的一个演出哈，那他们在等候办户籍登记的一个同时，他们可以来欣赏这些画哈，然后疗愈他们的身心。除了走廊可见精彩画作，就连主任的办公室里也挂上一幅象征返璞归真、用关爱守护自我与他人的作品。此外，一幅幅以亚克力浇灌创作的星空银河，更是画家深度的自我疗愈。画展预计展出至八月份，下次来到林雅护真事务所，不妨多留点时间驻足欣赏，也许会从这些艺术中发现不一样的自己。港都新闻吴秉源、小新采访报道。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为了履行中嘉集团赞助媒体试读教育的承诺，与一所大学大传系合作直播新闻专题。今天要探讨的是病人自主权利法，在今年一月正式上路，大家对这项法令究竟是清楚还是陌生，能够接受的程度又是如何呢？一起来看看以下这则报道。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一月6号正式上路了，而与推动近20年的安宁缓医疗条例，除了被判定为末期病人，更新增了四款临床条件，包含不可逆转之昏迷、永久植物人以及重度失智患者，以及其他经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重症。而在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之后，即可依照决定书的内容拒绝接受或涉主相关的医疗照护选项。面对末期的病患，原在安宁条例下，家属可以签署拒绝性肺复苏术、卫生医疗以及安宁缓和医疗。但在新上路的病主法下，年满20岁的民众即可以亲自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保障自身的医疗权利。而两者最大差异在于，过去的安宁条例的理念是倡导拒绝的概念，但病主法强调的是自主选择。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这两个会把它混为一谈，其实这两个法律有几个不一样。第一个就是说，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它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末期病人。那病人自主权利法呢，它对象不一样，是一个完全自主的病人。所以简单的说，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里面，你说我将来要接受不是行心肺复苏术，我可以自己先签好，我将来万一破前末期的时候，我不要接受心肺复苏术。因为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通常家人生病，家属为了不让病患担心，常会隐瞒病情。但在病主法下，强化了病情告知的权利。所以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有规定，你可以医生可以告诉病人或家属。可是病人自主权利法呢，它为了表彰病人才是那个主体的精神，它反而是规定说，医生对于诊断啊，然后将来的可能，例如说还可以活多久，然后治疗有哪些治疗，有哪些作用跟副作用，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规定，必须要先告诉病人。像这过去的安宁条例，年满20岁的民众可以自行到窗口或列预立安宁缓和医疗暨卫生医疗抉择意愿书，自行填写后即可生效。但在病主法的规定下，若要完成预立医疗决定书，需依法先完成预立医疗照护谘商，而通常谘商的费用落在新台币2000元至4000元不等。对此，有民众考量经济条件的不同，是否渐渐影响自身的权益。我们一般有收入的人来说是可以了，但是呢，那你要想看，如果说他的收入是比较少的人，生活比较困苦的人，他付不出这2000到4000块钱，难道他就不能够进入这个领域吗？虽然病主法完整的保障病患的自主权利，但也因为如此，医护人员对于生命的保护责任与家属舍不得的情感拉扯，又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有一些病人，他之前清醒癌症的时候就已经说好，说将来我病危的时候不要插管，甚至他这一次就很呼吸得很喘，说不要插管，千交代万交代，可等到发生的时候，他的子女、他的配偶。人情嘛，会怎么样？舍不得，
突然翻盘。可是现在家属坚持插管，可是医生怕什么？如果最后病人就这样子走掉了，那家属跑来告我，那他们家属医生怕这个。可是呢，另外一个两难是，好都听他的，啊，病人救了之后，如果醒来，你怎么把我这个管子插上去？很生气。那另外一种情况，虽然插管之后还是死了，那我们可能医疗人员会有什么样一个罪恶感？然而，附属民情也是接受度的一大指标，城乡差距俨然成为病主法最难跨越的一道关卡。可是这中间其实有一个城乡差距，像我所知道，前几天跟我们一些老同事交换意见，像台大医院，他一个礼拜一个诊，啊每一个诊可以看3到4个，其实已经排到4、5月都排得满满的。大家都抢着过来，因为台北市很多就是民情比较开放，觉得说这种事情我早就都爱看到新闻中，马上就过来写。可是我们乡下讲脏话，可能说第一个老人家啦或者是什么的，有时候要去谈这个事情，他概念上可能比较排斥。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但如何在人生的每个时刻都能保有尊严与权利，是现在刻不容缓的议题。而如何正确的落实政策，也考验政府的决策力与民众的接受度。 ICU 新闻记者简龙良、傅一宽、陈宇翔在彰化采访报道。百年老校成功国小是高雄市107学年度实施双语实验课程的其中一所学校，中外师协同教学在数学课方面有显著的成效。而除了国际化教育，学校也很重视在地化，发展多元的课程，就是希望让学生更认识自己的家乡。还有更多关于成功国小的校园故事，请锁定5月2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熊岁月历》。数学课上课了，不过这堂课很特别，是由中外师协同教学。带领小朋友认识钱币的过程中，不仅有部分是用英文解说，回答问题时学生也不怕被考倒，还能自信的用英语答出正确答案。规划这个实验课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其实小一的数学是最具体的，那加法减法的教学呢，又可以落实在生活的运算当中。所以上次我们来拍摄的时候，他们正在教钱币的应用，那我们就可以从上课中发现说，外师带领孩子买披萨啦，买冰淇淋啦，那他该如何去用几块钱几块钱10块钱的钱币，5块钱的钱币，那怎么样去做加减？那发现说他们上起课来，学生都非常的投入。拥有114年历史的成功国小，发展多元化的课程，不仅实施双语教育成效显著，也重视在地化，将校园一处古井结合活动变成校本课程，希望培养学生在地认同。那当时的这个龙目井呢，其实它就是因为整个林雅寮的这个地图看起来就很像一只龙的眼睛，所以就取名为龙目井。我们就去设计出游龙目井的一个校本课程。那游呢，就是我们的海洋教育；龙呢，就是在地文化舞狮；那目呢，就是双语国际教育，开拓视野；那井呢，就是我们的羽球、足球体能活动。百年老校成功国小推展国际化的教育，也结合在地发展许多课程，希望让学生更了解自己生长的家乡，并创造未来无限的可能性。更多成功国小校园故事，请锁定5月2号晚间9点播出的《熊岁历》。港都新闻张世明、夏小欣采访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明天各地天气状况如何呢？高雄都会气象台带您一起来了解。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1到29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1到28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晴，气温19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17到26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